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恰恰恰，哎呦！哎呀，老头子呀，今天是星期六。对啊，星期六。哎，我们儿子不是好像出差，是今天回来吗？对对对，他昨天晚上还有打电话给我说，他下午就回来啦。哎呀，儿子终于要回来了，不然呢都没有人逗我笑，只有你可以逗我笑。哎呦，对呀，我们两老这样子，好有点寂寞呢。我有你就好了。是是是，说，小朋友去哪啦？对呀，现在是几点了？哎，哟，早上10点钟啦，怎么客厅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哦，那不行那不行，怎么可以爸爸妈妈不在家就赖床呢？哎，是是是，那你去叫他们起来。好好好，我去叫一下他们，你等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孩子们啊，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。哥哥姐姐弟弟奶奶去找你们了。睡眼惺忪的啊，爷爷早安，姐姐早安，来来来，坐爷爷旁边。嗯，嗯，爷爷早安，弟弟早安，坐坐坐。弟弟啊，有没有刷牙呀？有，爷爷你闻闻看。嗯，好香哦，又刷牙。弟弟棒棒的，棒棒的。哎，是说小朋友啊，现在都早上10点钟了，平常你们不都是6点就起来了吗？爷爷，今天不一样啦，今天是假日，哎，假日就可以睡晚一点啦。啊，而且爸爸妈妈不在家，应该可以睡晚一点吧？没错，可以不要早起。好好好，爷爷呢，会把这件事跟爸爸妈妈说的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吃什么？对啊，想吃早餐了啊！好，你们奶奶昨天呢有去市场买一些面包跟牛奶，待会就可以吃啦。哇！弟弟，我爱吃巧克力面包。说到奶奶，她刚刚不是去楼上叫你们起床了吗？是啊，怕她人呢。爷爷，奶奶刚刚跟我说她爬楼梯好累哦。所以叫我把床借他躺一下。所以奶奶现在躺在你的床上啊，休息一下嘛。奶奶怎么还在睡啊？真是的，平常就叫你奶奶陪我去公园多多走走步，你看她现在体力啊，才走几个台阶就在那边休息了。哎呦，爷爷你不可以笑奶奶啦。对，那我就叫奶奶起床啊。不用不用，我就是借姐姐的床休息一下而已。奶奶坐。哎呀，老太婆啊，你刚刚走一下就累了是不是啊？哎，哪有啊，我就只是想说稍微喘一点，先坐下来稍微缓和呼吸嘛。好。对了，刚刚跟小朋友们有说的，就是你昨天不是有去市场买他们爱吃的面包跟牛奶吗？哎，有有有，我去拿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早餐了。惨了，我昨天买菜的时候忘记了。没有早餐了，奶奶肚子好饿。奶奶我便便怎么办呢？我的孙子们啊，大家不要担心，交给爷爷我帮大家买早餐。爷爷你最棒了，爷爷那我们
们可以点喜欢吃的东西吗？当然可以呀，开放点餐。那我要吃馒头夹蛋加豆浆。馒头夹蛋加豆浆，好。姐姐呢？那我要火腿蛋饼加奶茶。火腿蛋饼加奶茶，好。弟弟呢？那我要热狗卷加牛奶。热狗卷加牛奶 ，Good choice， 弟弟。哎，老太婆，你呢？我就跟你吃一样。好，那大家呢？稍等爷爷一下，我马上回来给大家吃早餐。谢谢你。好，我去了哈。哎，但是老头子啊，哎，这么多样你都记得清楚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太婆，我可是这条巷子的模范爷爷呢，我当然记得住啊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念给你们听啊。好好好，我们两个一样嘛，所以不用念了。对对对，哥哥呢要猪血糕加绿茶，姐姐呢要米血糕加豆浆，弟弟呢是蛋糕加奶茶，对不对啊？都不对。但爷爷，我觉得你刚刚的选项好像还不错。哎，真的吗？哎呦，爷爷你这乱配，我的是馒头夹蛋夹豆浆。对啊，爷爷，我是火腿蛋饼加奶茶。对，弟弟呢？我是热狗卷加牛奶的。啊，那，热狗。哎呦，豆浆，还有馒头。我看啊，就干脆用手机拿出来录音，直接给老板听就好啦。喂，好方法呀。爷爷，你是你的手机啦，我的手机啊。好，来拿起。好，可是我那么多，哪一个才是录音啊？这个。哦，这个，那这个就是录音。好，所以说话的时候按下去吗？对。好，待会我们都要说清楚，爷爷才不会忘记哦。好，说慢一点。哎，既然都要说清楚了，那不如呢，我们呢加个节奏，开心一点怎么样？哎，好。5, 6, 7, 8。哥哥，馒头夹蛋夹豆浆。姐姐，火腿蛋饼加奶茶。弟弟，热狗卷卷加牛奶。奶奶，爷爷奶奶吃一样。就是这样，耶！好，那我就出门去买了。小心上路。老师说不能憋尿哦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，幸好有你爷爷在啊，不然我这几个可爱的宝贝们可就要饿肚子了。奶奶，你昨天怎么会忘记买早餐啊？哦，我就年纪大了，容易忘事情嘛。没关系啦，好险还有爷爷会帮我们买。就是说呀。好想快点吃啊。好了。可以去买早餐啦！耶！快去，手刀，跑起来 ！Go！ 怎么了？我还穿室内拖鞋啦！哎呀，赶快换鞋子！让别人看到多害羞啊！赶快换！就是说呀，哎呦，老头子真是可爱。手刀买早餐，可惨！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啊！慢慢走啊，不用跑的。爷爷每次都还要闪亮登场，他连离开都要闪亮离开哎。对呀，那我们现在就等你爷爷回来啊！看电视，我要看电视。看那个卡通啦，快点。为什么我看到两只动物这样？跑来跑去的呀，他们在玩。这是最新的动物大明星啊！对啊，那个动物看起来好奇怪哦，真可爱，很可爱耶！大家跑好快哦。奶奶，我们家的电话换铃声哦。没有啊，怎么？你爷爷忘记带手机出门了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家爷爷怎么会知道我们要买什么？你快先接起来，看是谁打来的。对，赶快接。喂，你好。哦，爷爷。哦，爷爷，你手机没有带出门，你这样记得买什么吗？嗯。哦，好，爷爷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。我们慢慢说哦，哈。哥哥要馒头夹蛋加豆浆，姐姐要火腿蛋饼加奶茶，弟弟要热狗卷加牛奶。嗯，奶奶跟爷爷吃一样。啊，对，一样。奶奶说一样。好好好，好，快点回来哦，救命！哎呦，老头子也真是的，手机忘了带，幸好还知道要打电话回来。对啊，其实爷爷蛮聪明的。啊，那这样好了，那个柜子里面有一些饼干啊，你们应该都饿了吧？就先去拿些饼干来吃，怎么样？那有谁要吃？我要。加一，加一，啊，奶奶也要。好。好饿哦。嗯。奶奶，哎，怎么了？奶奶，这是爷爷的钱包吗？哎呦，爷爷忘记带钱了。哎呦。爷爷哪有钱买早餐呢？肚子好饿，那得赶快把它送过去才行啊！哎呦，对，那我拿去给爷爷。啊，拿去啊！拿去给爷爷。爷爷，我闪亮回家了。爷爷，你没有带钱包出门哎。姐，我知道，来坐，来，爷爷来慢慢说给你们听这个精彩的故事。爷爷忘记带钱包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聪明如我，大家也知道我是这条巷子的模范爷爷嘛，所以呢，老板他让我赊账啊。你看爷爷什么是赊账啊？哎，就是先欠着，但是还是要还哦。下次再给的意思。下次再还的意思。那爷爷，我肚子饿了，可以吃早餐了吗？好，来，爷爷呢都有点到了。我的馒头。姐姐帮我拿牛奶，谁的？弟弟的热狗卷卷，都拿到了吧？老头子，那我的呢？你不是跟我吃一样的吗？我吃饱了。可是我还没吃啊。我还没吃啊。不然奶奶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对啊，奶奶，我们可以帮你。小朋友正在发育，奶奶我自己去买，顺便回老板钱好了。哎，老太婆，我不许你一个人去，我陪你再吃第二轮。哇，你好 man 哦！走，我们去约会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啊，小心啊！好甜蜜哦！不要噎到了，手勾起来，手勾起来。走了，拜拜。奶奶感情好好哦。对呀。那我要开动了。耶。等一下，这不是爷爷的钱包吗？哦哟，这样怎么买啦？对，我送过去。姐姐赶快追过去啦。爷爷，你没有带钱包。